ました。今天来到新宿表演新宿御苑，其实我只是想要来他旁边的温室，它里面园区非常的大，哇，前面有一堆小朋友，好可爱。温室入口，这边好漂亮哦，怎么会有草枯掉这么漂亮的问题？一进来就很温哎，果然是温室哎，而且我好像应该是第一次看这种温室，连台北植物园都没去过。我在爱台湾吗？目前尚未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可能是因为台湾已经在亚热带，这些植物好常见，好常见，你看，嗯，天哪，这是火龙果吗？是吗？这样仙人掌好可爱哦，他们好像一个家族在这里。温室真的是有点热呢，我有点大冒汗。超热，看看我看到什么？菠萝蜜，这怎么会这么小颗啦？好好笑，很像台湾咖啡厅。超像台湾的，嘿，香蕉耶，好可爱哦！很突然就结束了。这大温室，我整个回台湾哎，谢谢。就是看过了，很多欧美的人来看，他们可能觉得这很稀奇吧，我觉得。我以为我会逛很久哎，殊不知啊，不好意思，太常见了，真的就是走过看过哈，台湾公园，啊，整个出来外面觉得，哇，这个气氛太赞了，我还是适合生在日本吧，超漂亮的啦，怎么会这个颜色这么好看？我原本去完温室之后就要去下一个点，但想说哇，这公园这么大，还是要走一下。而且真的超级漂亮的，怎么回事？真的是超好看。然后有一些那个小学生，应该都是来小儿教学的。我觉得这完全可以耗体力的，赞！家长应该很喜欢。Oh my god， 真的超适合冬天来野餐的，就是其实不会冷，然后阳光照很舒服。就随便一棵树都好大，怎么这样？太漂亮，安静又美的地方，而且没什么人哎，这感觉在台湾出现应该会，先不说了，超漂亮哎，这天气好真的是很赞，而且如果是台湾的话，下面应该都是锦鲤吧。真的觉得这公园很 OK， 虽然进场要500块日币，大概是台币100多块，但是可以进来好整天野餐啊，什么追赶跑跳蹦，超级大。我其实绕了只一小部分。新宿表演一半。每次看到这种片假名词，我都觉得很好笑。我刚从那种博物馆出来，然后里面有一个
投影的影片是在介绍这个新宿音乐它是怎么发展到现在这样子，比如说什么明治的时候是什么接待啊，还是国外接待，然后后来大战之后就变成现在这样子的工业。但我觉得它的投影做得非常有质感，我觉得超值得一看的，而且只有七分钟吧，很值得。新宿音乐它这边有介绍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什么好像现在的话是怎么那样之类的。附近工作人会来吃。我刚从大手店走过来，然后一路上都是上班族出来值班。这边应该都是商业大楼。每次点完都在想说，我这样真的吃得饱吗？因为他们的饭都好多。马铃薯这个方面。很类似笋子的东西，哎，这个比较辣。它上面写中心，然后这个是新口味，这两个是真的，那个肉真的很大块，这个很好吃，很嫩，然后完全不柴。现在来到这一区都是二手书店，然后后面这一间
看起来好可怕，还是要进去看一下。好，我刚刚进去了这间欧亚大屋书店，它里面的书真的非常非常的旧，然后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旧书的味道，我觉得很好闻。然后里面就那种套书都是十几万、几十万那种，然后其他的至少也都要日币差不多一万上万块。就看起来，而且每个都是手写的书名，它整理的非常惊人。那就是一个很值钱的店，就是看看好，因为里面不能拍照。你可以看后面这样子，可以看得到吗？就是只能偷拍。它整个都是全部的那个标签，全部是手写的，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就大家可以来看看啊，反正看不懂就看看这样子。它里面的味道非常的赞。这边整排几乎都是书店，然后那是二手书比较多这样逛完这间Komiyama小宫山书店，然后我觉得它非常的，它种类非常多，而且都是要偏杂志，然后还有卖一些画作，就是艺术家画作之类的，我觉得很酷哎，就是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种，然后各种艺术家的就是杂志这样。晚上其实就是去吃牛贵族，所以就没有特别的介绍了。但牛贵族我推荐高丽菜，因为可以无限续，超开心的。然后也来教大家在全家超商印生日当天的报纸。首先先点这个旁边蓝色的框框，然后按搜寻，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那个诞生日新闻，点进去，按同意。这边要稍微等一下。其实里面有很多家报纸可以选择，然后就是看你想要哪一家。然后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然后这边可以选双面或是单面，确认之后就可以投你需要的现金，记到投入足够的金额哦。然后上面可以选择要明显还是不要，然后就可以开始。这边要稍微等待它一下。旁边的猎鹰机会猎鹰出你生日当天的报纸，然后记得双面猎鹰的人，他出来的时候不要马上抽走哦，因为他会马上再进去猎鹰你的第二面。啊，印好了，这样就可以拿到啦，是不是很简单呢？我印的是读卖新闻，虽然都看不懂。然后因为我刚刚有选择要不要明细，所以他会问你要不要印出来，然后我就可以记得要拿明细哦。我这边还没看到在哪里，就这样啦，完成。
其实这是个简单的午餐，配上一些小小的菜，还有主菜。这个肉其实蛮大块，还算蛮好吃的，入味也很足。吃完其实还蛮饱的，没有看起来想象中那么少。下雨，所以我觉得看起来的景色是另外一种风情。我觉得晴天来应该会真的是蛮惊人的漂亮，但雨天是有一个气氛在吧，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其实这边这个区域就是最近近几年比较热门的地方，就是大家都说文青的地方，因为这边可能很多咖啡厅，但我本身真的对咖啡厅还好，我对。可能对甜点比较有兴趣，但对甜点又好像没有热衷成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今天就是来走走看看，然后发现其实这边其实蛮多小店的，但看起来都蛮贵，但就等一下看看有没有时间再去逛逛这样子，因为这边的店家其实应该都蛮早关的。
进店就上菜单，然后菜单上面英文跟日文，我直接开翻译，然后看了也没什么太大用处，就盲点。然后因为它是先选饼皮原本的口味，再加菜或是起司，还有一些蛋白质的部分。啊，我忘记我要点植物肉，我点的虾子。刚怎么慌？然后饮料我点了奇异果柠檬。嗯，刚刚解腻，非常好。附了一个，应该是辣椒酱。他的菜第一个选项，我想说，什么菜啊？我看不懂。然后菠菜，然后他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是豆浆，豆浆做的起司。我的底就是点最便宜的大蒜番茄。番茄味道太重了，盖过起司的感觉，但口感很特别，而且吃起来就是不像奶制品的起司会很腻的感觉，来吃看着，感觉蛮辣的，来沾沾看这个辣椒。热辣是不是麻辣的辣，是辣喉咙这边的那种香辣，香辣的。搭配。因为我就觉得一个人来吃披萨很孤单，也不是很孤单，就是每次一个人来吃披萨都觉得要自己吃完一个实在是太累了，很想吃别的东西。我刚才没想点那个炸鸡块，但我觉得我应该吃不完，与其吃不完这边痛苦，那我要不我就点少一点。希望以后来的机会多的是，这样我就没在怕。虽然没点植物肉，但是它的虾子蛮好吃的。但它皮好真的是有种炭香，然后后面真的是两个火炉在那边烤。You say it's hard to tell just what I'm thinking. You think it's hard to see.Behind my smile, I'll say whatever you want. Let you walk in on my heart if you want to. 其实每次都不太知道会不会有人看到最后，但我做影片的初衷其实就只是记录跟分享，以一个不太影响旅游步调的方式在拍摄，质感比不上真的在做旅游的影片，但每一支影片都是我的心血跟美好回忆。谢谢每个观看的你。我是腿腿，下次见，Sayonara啦。